成日留喺屋企，即系闷到人都发毛啊！不停打机煲剧都唔系办法噶，谂下做咩先？咦，我谂到，一于睇下大埔嘅同心国度啦。一入到嚟同心国度，就见到呢个木制滑梯，仲有摇摇板同氹氹砖啊！而呢个木屋都好靓，大家记得留意啦。睇完咁多得意又怀旧嘅游乐装置，不如等我介绍下呢度必睇嘅靓花。属于唇形科嘅薰衣草系多年生草本植物，花瓣多数是紫色碎状花序，它除了花靓之外，还有个大绝招，就是帮你放松和帮助睡眠，真是好治愈安神的。各位童心未泯的观众，有没有想过赏花都可以用手机做到呢？现在只要透过网上花展，大家就可以欣赏多个花圃设置，看花之余还可以玩互动游戏、自拍和18区原圃有奖投票活动，有这么多这么有趣的东西玩，我想大家都不会错过了吧。